啦，出来一下。看到什么事吗？怎么了？我要你现在去跟士官长道歉。我在跟你讲话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你自己最清楚。这是我跟士官长之间的事，班长，不要公事跟私事混在一起啊。哼，陆生啊，你现在在我的连上，又是我的班兵，我管你私事还是公事，只要是士官长的事，我都要管。我老实告诉你好了，我根本不在乎钱是不是你偷的，但是我在乎的就是你用你现在这种态度去回应士官长对你的信任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罗刚，如果你觉得你是被怀疑的，你是不是应该要证明你自己的清白，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，干嘛自甘堕落演给谁看啊？你照照你镜子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就像个废物，连渣都不如。最讨厌你这种会让女生伤心流泪的男人！你给我闭嘴！怎么样？我说错了吗？你这个连贼都不如的废物！单挑是不是？好！要不要当时拍照？看一下。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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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袭击长官，以下犯上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现在就可以用军法办你，办啊！我不会办你的，因为我跟你不一样。我不会因为办你这个人渣，让士官长难过。我再警告你一次，如果你再让士官长伤心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班长，班长。啊，班长，班长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天机和气大，